他怎么敢这样对我的女儿？路人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哥。哎，娜娜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呢？他哪里还好意思说呀？让人欺负的都待不下去了。他那婆家呀，简直就不是人。哎，娜娜还没吃饭呢嘛，我去做饭啊。那快去吧，我想吃鱼。行，来吃啊，嗯，不生气啊。娜娜，来来来，你们先吃着啊，锅里的鱼马上就好。哎，嫂子，我有点渴了，去帮我倒杯水吧。啊，好。水来了。哎呀，这水怎么这么烫呀？我要喝凉水。放一会儿不就凉了吗？哎呀，就一杯水的事儿，你再去倒一杯不就行了？啊，对，我去倒。豆豆，这菜也太油腻了吧？去洗个苹果吧，娜娜她爱吃苹果。妈，豆豆还没吃饭呢。洗个苹果不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吗？那我去洗吧。没事，你坐吧，我去。来吃啊，来，娜娜爱吃的苹果。你这苹果切都切了，怎么不顺带削个皮啊？我从来不吃苹果皮的，可以切去。你自己是没手还是没脚啊？你嫂子给你洗好了，切好了，怎么这么多要求呢？想吃削皮儿，自己去削。我不吃了，行吧？嫂子，这都半天了，我要吃鱼鱼呢。哎呀呀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鱼来了，杨豆豆，你不知道我女儿她不吃清蒸鱼吗？她爱吃酸菜鱼。妈，小妹来家，豆豆忙活到现在，一口菜都没有吃，还被你们像保姆一样使唤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正阳，你妹妹在婆家受了那么大委屈，你忍心让她去干活啊？就是呀，哥，就这些，在我婆家都是家常便饭。正阳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老婆，你总不能一直惯着她呀？我不管，我要吃鱼，酸菜鱼。还吃什么酸菜鱼啊？吃咸鱼吧，我眼前就有两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谁咸鱼呢？我说谁，谁心里清楚。妈，您的女儿是别人家的儿媳，她在婆家受了欺负，您会骂她婆家不是人，难道我就不是别人家的女儿吗？我对你们百般忍让，不是因为我怕你们，而是因为我不想你儿子在这个家难做。但你要真把我惹急了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礼让三分，人再犯我，我还一针，人还犯我，斩草除根。别忘了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今天这菜不想吃是吧？那就都别吃了。